好，艺文新闻带你来看到2021年秀林乡公益竞赛一枝独秀，并且在太鲁阁族文创园区两天的竞赛项目分别是桌之组以及地之组，乡内的国小国中学生以及社会人士们为自己的文化传承来推广。秀林乡公所致力提倡培养太鲁阁族技艺传统织布人才，并且办理2021秀林乡公益竞赛一枝独秀。两天的竞赛项目分别为桌之组和地之组，来自乡境内的国小、国中和社会人士一同前往福士村太鲁阁族文创园区进行竞赛。秀林乡的王玫瑰也前来致意，来鼓励族人们对自己的文化传承是富有延续编织技艺的使命感。在公所的旁边一直陪伴，也谢谢今天我们所有的家人能够来这里给我们选手打气。今天因为疫情，我们今天的比赛还能够继续办理，但是我们的模式跟以往不同，你们编织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人在你们的旁边看着。今天呢不一样，安安静静可以让你们很多的时间。秀林乡的王玫瑰表示，近年来持续开办初级、中级、高阶织布课程，为了提供秀林乡推广太鲁阁族织布人才交流平台。这次活动正在配合大型活动2021马盖巴里太鲁阁族感恩记忆文化晚会颁奖活动，让传统织布积极保存以及自我认同的意识抬头。接着，九文学院报道。